啊，四千。当时佛自戒时候，每一条戒都有因缘的，谁犯的？就说这个人嘞，为什么自这条戒？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啊。佛说从彼文，三乘微妙法，真解脱良药，取境界涅槃。咱在前面讲的悟道沙门，悟道沙门也能说法，你要跟他学。佛从彼文，他说你去听，他能说三乘微妙法，是真解脱的良药，是取戒行涅槃。但是因为他破了戒了，悟道沙门也能说法，那你跟他听受三乘的微妙法，你也能得到解脱，也能成道，取经涅槃。何故于经言以大乘解脱，者学二乘法，今佛说三乘，乃免诸有情，令舍邪那戒，得利益念落。愿为说出一样，这个话是金刚藏菩萨说的，前头说的啊。说佛，你现在说大乘大戒怎么这样说啊？你在于经上说，不说是大乘解脱吗？只有一大乘法吗？折子学人不许学二乘法，现在你怎么又佛说三乘啊？这是金刚藏菩萨的原话，佛来重复说。佛说呀，为什么我今天说禅呢？乃悯诸有情，令舍诸邪业、诸恶业。你明白了吗？现在我是乃悯这有情，令他舍了邪恶业，让他们能得到利益难乐。所以给他们出疑惑，啊，那么金刚藏菩萨口气说这个话，说乃悯诸有情，令把舍那业都写了，得难乐。世尊，你说说吧，出疑惑，两方面都可以说。这种原话本来是金刚藏菩萨说的。金刚藏菩萨不知道吗？那华严经上大菩萨，金刚藏，十二金刚大菩萨，来给众生做榜样的呀。他是来向佛请问呢。佛的，你在一切经都说着大乘解脱，怎么现在又说起三乘法来了？以前不许学二乘，现在又教学二乘。就是这个含义，问话的含义。唯利益，唯一刹帝利，乃至须陀罗，不听恼比丘，恐比眼大醉，剃发披袈裟，诸佛发床像，诸佛等候此愿解脱之佛。因为能够披上袈裟的，不管他有多大过，他现在披了大裟了，一次袈裟的功德是诸佛的床像，能给一切众生做利益。他要剃须须发，虽然犯了戒了，破了，但是他比丘相还没破。但是知见很正，还能说佛的大法，就这个含义。虽比破律意，非容就非容者解脱。他虽然破了意了，并不障碍他不解脱了，不是永远的遮住了，再不解脱了。破了律意，忏悔就是了，忏悔完了还能证得解脱道。
他能射住那箭，也能取向涅槃国。就是虽然他破了佛所赐的戒，但是他箭没破，他还能取向解脱。他能把他的支箭呢，那的支箭呢，弃舍掉，和取向涅槃的解脱。如腐败良药，犹能疗纵变。那个最好的药，虽然是腐败了，腐败了就是呢，搁久了人家没吃，我烂了，啊，或者是人家挠药没吃完，到那药渣子，但是你捡了呀，还能治你的病。如是破了意，也能灭大空。说这些比丘、毗迦他这比丘，虽然他破了戒了，他还能够别人在他的身边种福田，也能灭苦。不听比比丘在布萨揭摩许为他说法，即怀福无因。虽然是不许他参加说戒，参加受大众生的供养，但是许可他说法。他说法，闻了法了，你得到福音了，这个没有疑惑的，是决定的。要归敬三宝，成我为大师，能弃舍住呢，胜住外道众，胜得外道众。这个破戒比丘啊，他还归敬三宝，还以我为他的师，他能弃舍一些恶业，比外道胜得多，胜住外道。要堕罗刹都，伤众悉惊恐，各执兽一毛，渡海得免难。要破比丘离入那邪见，由一心为一，脱烦恼罗刹。说财宝的商人走到那罗刹国，惊恐恐怖害怕，能够只受一毛，渡海得免难。那个兽的毛啊，相当的大，兽很大，咱们说恐龙的似的啊，这一片兽的毛皮在海里能漂流，不会沉没，就是一毛啊，渡大海能免不会淹死的。拿这个佛说这个拿做比例的，说破戒的比丘他没有那见，我说业障说实吧，破了戒了，他这信心还没退，因此还能够有信心，还能够信三宝，还能做我的弟子，还是以佛为师的，以法为尊的，还能演说法。佛是听许破戒比丘说法，还是照样的国王大臣照样的恭敬说法者，因为他有解脱相，解脱相就是穿那披那个袈裟。不是解脱相，诸佛等护持啊，护持袈裟，不恼破戒僧，对于破戒的僧人也不能恼害他，因为他能够利益众生。诸乐多福人寻求真解脱，等护气非气，正解脱无奈，对非法器的、是法器的平等护持他们。佛教导说，你要想请佛，想求真解脱，你要平等对待一切比丘，正解脱无难。他说的法你闻到也能得到解脱。慈悲号大乘，比无有自利，
遇刺讷曼，说他修大乘法行大乘法，但是没有智慧的力量，二乘法都不懂，况能解大乘吗？譬如缺坏眼，不能见诸色，说眼根坏了还能分辨颜色吗？入世缺坏心，不能解大乘，说他连法对佛都不信，缺乏信心，他小乘法他都不信，大乘法他能了解呀、啊、就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啊，缺坏心呢、啊、说他把信心坏了，没有信心了，他哪能信到大乘啊，大乘微妙法，妙信常住，咱们一个信心呢，一万大劫常住，陷入入道的根本。所以五十二位善财童子五十三禅以信为主，就这个含义。无力引慈河，俱能吞大水，他的力量连河连一个池子水池的水都引不了，怎么还能吞大海呀、啊、不习二乘法何能学大乘，二乘法都学不会，怎么还能学大乘法？因此先行二乘法方能行大乘，先行二乘法嘛，反而你出了家也得受戒，戒是二乘法，大乘二乘都是通的。无信送大乘，空言无所依，说连信心还没建立起来，你说你读诵大乘经典，说空话假话假大空，没有实在的力量得得。内真还断见，妄自号大乘，他自己是断灭之见，断见的心理，虚妄的自号大乘法，对三口意业的三业罪他都不去哄，坏烂我正法，而这一类的大乘人坏烂我的正法，别人命中后定都无监狱，说这个妄称大乘者死后一定下地狱。故应观机说，勿为非戏者，说应当观机说法，不要对那个非法器而说法，勿为非戏者。骄慢无慈悲，暴讷自下劣，就佛批评这种人啊，下劣呢就是那个破戒犯灾臭烂不净烦恼不清净，叫下劣者，有啥他有骄慢没有慈悲，有吗？智者应当知，是坏断见者，这根本对佛法没有信心呢，断见，非声闻缘觉，连声闻缘觉的根器都不是，还说什么大乘根器？毁谤诸佛法，必对无间狱啊！这种人呢，是谤法，不是信法，一定要下地狱。今天讲到这里了。
持戒乐喧闹，减法微苦乐。智者应当了，是名声闻成。佛对这个金刚藏母子说，说有一类的啊，有一类众生就是修声闻成的，修二乘法的人啊，虽然是他能够持戒，能够啊精进，但是呢他喜欢热闹，喜欢人多的地方，不喜欢山林。嗯，但是呢对于法吝啬，也不肯说法，不肯利益帮助别人，对法很坚定，就执着坚定。他对于世间上恶道的苦很恐怖，说这类人呢就是声闻成人。二乘人呢又怕苦，怕苦的障碍修不成道，就是说他不离世间生死苦，要想求出离得到涅槃，成佛的愿望没有，说法的愿望也没有，对说法呢很坚定，很坚定啊，是吧？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，说这类人就叫声闻成，声闻成，因为他不离生死轮回的苦难。乐着于涅槃，那这样子就给他成佛呀成了障碍了，他不能再前进了，这叫声闻成人啊。乐法观生灭，常喜独净处，智者应当了，是为独觉成。佛像金刚藏菩萨呀，说这二乘啊，各个分别开说，什么一类的人是声闻成的一类，什么一类人是缘觉成的一类。缘觉成的众生，他观一些法的生灭，是观生灭相，他又不喜欢热闹了。经常要独处啊，独处，一个人呢在僻静处，没有人困闹的地方，这叫独觉成啊。他所观的法门呢就是十二因缘法，前头声闻成所观的法门就是四谛法啊。同时呢他的得到的因缘，得到的因缘，他是自己观察诸法的生灭相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，观一切法的因缘，但是他只自利不利他，没有利他的念头，不起大悲心，所以他也成不到佛，难登佛果。具足住善根，守护慈悲本，常乐舍利物，是名为大乘。这一偈颂说，具足善根人呢，是以慈悲为本，常识的
喜欢李宗盛，舍说宗盛，以慈悲喜舍，耐于力行，舍说这宗盛，宁可以使自己生命护持佛有的一些戒律，护持禁戒，就是舍生命护戒。说菩萨呀，他宁可以舍生命护持佛的法，他从不恼害众生，但是他所求的法呢，是无着无相的，求空法，要证得法空之理，应知是大乘。我说这类的众生就是大乘。心堪忍住法，堪忍就是承受的意思，忍可的意思。菩萨他能够善巧方便利益众生，没有隐瞒的，没有说不说的法，因为他究竟穷着空法，一个是哪空，一个是法空，菩萨他修的是二法俱空，哪法二法俱空，那是证得空理，求得的空理，能够忍受就是认可，心看忍住法呀，就认可一切法，学着观法空，证得法空之理，法空啊是随些四相而现，就承心眼看住法，就承认的意思啊，他心里承认，一切法皆是善法，能转化一切法，对法上没有吝惜的，对众生利益，给众生说法的时候说他没有吝惜的，所以我们经常说秘密法，法没有秘密啊，不对机，这是秘密，在《华严经》里头讲，乃至于《大戒十论经》里讲，佛法没有秘密的，没有一个法不可以跟众生说的，但是对机的跟不对机的，对这个机说这种法，对那个机说众生法，没有秘密可言。不对机呢，说这个法就不会跟这一类众生说。也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佛所说的经论，没有秘密的，没有不可说的，因为它不是法器，不能给说的这个法，在机上有差别，凡是所所说的法是对着世间法说的，这是什么，是清净的，无掩垢的，佛法绝不掩世间法，就是对一切世间法不执着不掩，空意，这就空意啊，只有对那个非法器的，有些法不能给他说，但是佛的心呢是平等的，我呢这是大乘法，如是说，是故有这者，普净所三乘啊，说如果有智慧的人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对哪一类机演说哪一类法，但是那菩萨心是平等的，以那个平等的心，对于三乘的机，真的
给他说法嘛，让他生欢喜。嗯，因此佛说呀，不扰害我生头，不能不令我的弟子生烦恼，能够使他消灭烦恼，很快的就成正觉了，就成佛了。因此有智慧的人呢，以那个平等的心，对于三乘的根基，分别给他们说三乘法，绝不使他生烦恼，让他闻法得开解。佛又跟那个金刚丈夫子说，夫子善男子啊，要有真刹帝利、真善婆罗门、真善宰官、真善居士、真善长者、真善沙门、真善的法舍、真善的佛陀罗、佛陀罗，要男要女，成就十种有依行轮，以现身中数能知声闻成种，令不退失。回以现身之中成声闻成，助胜法器，非独觉成大成圣器。这一下讲十一轮，有依可轮的十轮。有依什么呢？依是三宝。依是三宝。使这些人都能够进入得闻声闻法，声闻法就是苦尽灭道，是圣地，止苦、断尽、目灭、修道。这在人生当中啊，苦难非常多。那佛就给他说：“你知道苦怎么来的吗？是你做的因，你造的业积聚来的。你要想不受苦，你先把因断了，别再造业了。”只是给说二乘法。这类众生不是大乘的法器，不是独生乘的法器。有一轮呢跟无一轮的差别呢，一个是一直是哪法，那叫无一轮，不能得生圣道。一个是有一，是善业的十轮。这有一分呢，声闻总性、独觉总性、缘觉总性，说细是哪一类的根基，给他说哪一法。以下就是有一轮中分别啊，一者具足净信，信什么？信有一些善恶业报。净信呢，清净的信心啊，清净里头没有世间相，就是断了所有的十种哪轮的哪业。有一嘛，也是圣教，能够成就啊信心、净信啊。因为有净信、有信心，